分之全议员。多谢主席。咁我继续发言咧，都系要扣减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嘅人工。头先讲到个罪名咧，第二个罪名咧就系矮化呢个广东话啊，就系呢个罪魁祸首就系嗰篇网志，就话广东话咧唔系法定语言，只系中国嘅方言。咁事件经过传媒报道发酵之后咧，教育局系好罕有咁样发出回应。承认有关广东话的注释是出现了含糊不精准的地方，对引起误会是深表歉意，之后就将之前那篇文章整篇铲走了，就以另一篇文章叫做两文三语正面体去代替的。但是呢，那篇文章被发现呢是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当中刚才我讲那个含糊不精准的地方，那个不精准呢，那个准字呢就被写成简体字。点解会咁呢？原来就係被发现原文可能呢就係简体字用呢个繁简互换嘅程式呢出现问题。写嗰篇文章嘅呢可能唔係香港人，係大陆人，所以呢係再度挨轰嘅。跟住第三样要讲呢就係关于幼儿教育嘅问题啦。早前内地双非儿童涌港申请幼稚园，爆发入学的排队潮，全港多区的幼稚园有大批家长是瞓街抢学位，教育局呢是后知后觉，等到本地家长是怨声四起，才急忙是出招去应急。吴克俭一直坚称全港共有241,000个幼稚园学额，足以应付。不过呢就被议员发现呢，局方所指的学额供应量呢竟然是包括了一些荒废多年的空置课室，所以个数字呢是有严重发水，近60,000个学额，相等于呢是加建多达120间幼稚园，较实际学额多出30%，被指是误导公众。局长玩数字游戏，纯粹以课室面积推算学额，就得出呢幼稚园学额其实是非常之足够的结论。咁你即是讲乜嘢呢？即是觉得冇问题啊？唔，依话讲我之前发现唔到问题是应该的，因为呢数面上面呢是冇问题的。你有冇从啲家长嘅角度去諗呢？啊，头先有其他议员讲啲家长系几咁担心啊，请假甚至辞职，即是辞职嗰个我觉得太夸张啦，为咗轮幼稚园学位。家长对学位供应担心是有增无减，咁吴克俭将事件归咎于那些中介公司，令到幼稚园变成一门生意。在家长不满爆发之后，教育局才急急 推出那六招的补获政策，就希望可以杜绝瞓街抢学位的现象。由此亦见到是一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知后觉，是很难令到家长接受。跟住落嚟呢呢几分钟呢，我就想针对天水围德宜幼稚园事件呢是要谴责吴克俭，亦都呢从呢个事例呢是希望大家支持我扣减呢个局长嘅人工嘅。即吴克俭上任两年以嚟成绩乏善足陈，劣迹斑斑，起初就承受呢个承接中共嘅政治任务，推行国民教育、洗脑教育，呢啲我都唔详细讲啦，慢慢至同你计。但是今次天水围幼稚园的事件呢，过千家长和老师呢就真的非常之愤怒，就觉得呢他们呢都写信来说支持我们，是提出削减吴克俭的人工，甚至呢是要求他下台的。他们呢来过政府总部的，向教育局呢是直接要求回复。但是回复了些什么呢？起初的时候呢，教育局是不闻不问，将幼稚园视作市场经济价高者得的 K 型教育哲学，将家长折腾，将细路仔呢是当波踢，老师呢亦都不顾，搞到呢嗰啲个校长呢斯斯文文都要出嚟呢搞啲抗争运动，所以香港冇唔激进派，冇温和派㗎啦，而家幼稚园学生都系激进派，都要参与社会运动㗎啦。即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些人就说啊，这些名牌私立幼稚园，即是一些私营产业，就等于你楼下间酒楼执了粒，即或者被人逼迁续不到租，那你没理由要政府去帮你解决的。你敢不敢这么说呢，教育局长？
啊，如果你敢咁講，你出嚟同我哋辯論呢、這個究竟幼兒教育政策，又或者幼兒教育個哲學，你係點睇？而家你又唔敢咁講，即係唔理㗎啦，自生自滅啦，冇角色，冇責任，即係政府好叻㗎嘛，有啲嘢佢可以咁講㗎嘛。但係喺呢件事件上面呢，我哋睇到呢，教育局或者呢個吳克儉局長呢，係進退失據，床頭露尾。喂，吳克儉局長好似佢唔係，即係應該係做生意、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出名㗎喎，喺佢眼中，教育係咪生意呢？幼兒教育是否不夠市場競爭力，或者是應該是太弱留強呢？他有沒有親自去從教育局長的角度去了解這件事呢？由間幼稚園由4月接到業主通知是不獲續租、他們在天水圍辦學超過20年，有500多個呢9月要入學的學生非常彷徨無助，覺得政府無能、教育局無良、局長無情無義，家長呢是唯有自救，所以搞了很多守護孩子行動啊，跟住又希望呢可以即約到局長，請願當然有啦，打教育局的電話，花圈都拎咗嚟呢個政府總部啦。但是教育局或者吳克儉局長做咗啲咩呢？我舉兩個簡單事例。吳克儉本來約好呢就話見人哋要對話解決問題，但是就兩次爽約。第一次呢好像是梁志祥議員安排的，就說約見那些德宜幼稚園的家長、院長和家長會面，但是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被知會，會面取消，完全不尊重師生家長。另一次呢就是北區小學校長和教育局會晤之中呢，是透過教育工作者聯會安排，就說要加插一項討論這個德宜事件的，以這個並且呢就邀請咗嗰啲家長同埋呢幼稚園嘅負責人出席，但係又遭到局長第二次爽約。最後局長同傳媒講，佢就話冇喎，我冇答應過見佢哋喎，即係誤會嚟嘅啫，我唔係我走數喎，我冇話實會見佢哋㗎喎。喂，呢個咩局長嚟㗎？呢個梁振英唔係話急市民所急，民生無小事嘅咩？即係你 hea 都唔 hea 人喎，即係你出嚟都要見下人啦，呢、這個先至係死罪。即作為教育局長，明知家長求見，主動應該是主動盡快去見面，就算能力上未必即刻幫到，你都顯示誠意啊！不是左閃右避，視而不見，約而不見，厚顏無恥又話冇應承你見。我諗大家聽到呢都好憤怒。即教育係教咩呢？最緊要教就係有口齒嘛，即約咗人要有口齒，呢、這個咁基本嘅理念都唔能夠以身作則，咁你點樣去教育啲小朋友呢？即而家呢嗰班家長呢都當然仲未死心㗎，諗住呢自救啦，咁就研究借用天耀村嗰間小學校舍。呢、這個方案亦都係由當區區議員都有份提出嘅。教育局呢不斷以校舍嘅現況，例如廁所樓梯唔適合為藉口，將佢哋拒諸門外，亦都冇落去實地進行可行性研究。跟住又話搵天盛苑個空置校舍招標，咁間幼稚園打算呢從正常途徑即入標啦，又和平理性咁樣啦。點知教育局又係一拖再拖，而家呢就係遙遙無期。你知而家幾月呢？而家六月都嚟緊頭啦，九月就開學啦。咁你叫人哋點呢？四月中教育局的代表就接見了個家長關注小組，但一直沒有任何進展，拖到5月8日元朗區議會都全票通過考慮德宜事件是特殊情況，要求教育局重速處理其辦續辦申請及協調有關當局盡快進行校舍分配，縮短審議時間，避免影響學生開學。但是結果是怎樣呢？結果他們 send 咗個即係傳咗個電郵，要求教育局呢5月23號前回覆，結果又係拖到呢5月22日死線前先回覆。個回覆係咩呢？就話仍要幾個月時間。喂，9月開學喎、6月嚟緊頭喎、咁仍要幾個月，即係咩呢？即係你而家想人點呢？想人喺度等
等啊，定是不等呢？吳克儉呢，是盲目固守官僚制度啊，他說天成校舍輪選機制需要幾個月，他根本就不理會現實情況，是用啲制度、用啲官僚嘅手段去拖拖拉拉、拖延，即係話俾你聽無望啦。九月開學點開到啫？咁你即係搞死人啫。咁呢個有一個傳聞嘅，呢、這個傳聞就大家可以聽咗先，信唔信就你哋自己決定啦。就話佢同另一間學校嘅校長咧，即係個競爭者好好嘅，就唔想咧得而做得到啊。咁咧就等嗰間新學校咧可以接收得而嘅學生。而且呢，呢間學校偷步收生呢，只係發出口頭警告，令人覺得呢有口齒薄皮。再講一次，六月嚟緊頭，九月開學，兩個幾月裝修校舍準備開學，急到爆啦。局長你想點呢？你去咗芬蘭，你係咪想殺一儆百去警告，即係逢親出嚟抗爭嘅都冇運行嘅。如果今次抗爭搞得掂啊，咁咪下次你個個中學、小學、大學都出嚟抗爭，好似即係其實佢講嗰啲咩參加佔領中環啊，其實呢啲社會運動、抗爭運動，即係都講俾所有人聽，叫啲老師唔好鼓勵學生要做嗰啲違法咩佔領乜乜嘅活動，要負上刑責啊。其實而家個事件係咩呢？就係搞到可能連班幼稚園、幼兒教育工作者、經營者、家長，甚至乎是幼稚園學生都要出嚟，即係唔係佔領乜嘢又好啫，定係一出嚟示威、遊行、靜坐啊！所以政府係你越唔想人做一啲嘢，你越但係你嘅言行、你嘅言論咧，就會逼咗嗰啲家、逼咗啲小市民啊，温和派啦，我講。都要變成抗爭派，我真係覺得吳克儉咧要好好反省一下，或者我哋呢個政府亦都好好反省一下。即係吳克儉出嚟講嘢或者佢處理呢啲事件嘅時候，係幫咗政府忙定係幫倒忙呢？咁呢個不言而喻啦，四個大字。另一個罪名就係佢係一個離岸局長、外遊局長，即係梁振英就係外遊特首啦。吳克儉上任只有一年半嘅時間，但是他就以局長的名義外訪13次，耗用公帑262萬元，外訪開支次數遠超上任之前孫明揚5年任期的總和，扣除所有年假、補假、公眾假期之後，離港日數超過一個月。相比起精於內交、經常離港的梁振英呢，真的可以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了。更有傳媒爆料指，早前局長得知有辦學團體率領學生飛赴印尼考察交流，本來純屬普通的學生研習分享會，點知吳克儉又要求參與，結果就以公務身份外訪印尼，涉嫌呢是濫用公帑為自己遊浮。當然壓軸呢就要講返國教事件，早前國民教育鬧到滿城風雨，政府被指要向下一代是洗腦，學習愛國愛黨的思想。經過多次遊行集會，令到過10萬名學生、家長、支持者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包圍政府總部，要求撤回國民教育。但示威過後，吳克儉到電視台接受訪問，指贊成的人其實更多。他說，如果看看香港學生的數目，單是小學生就有40萬，加上家長數目更加是100萬，騎劫所有沒有出席集會的人，說他們是支持國民教育，這個也是非常可恥的。曾經有國民教育關注組的組員批評，局長是偏聽、漠視民意，難道有100萬人上街就可以說600萬人支持政府方案呢？即今時今日仲敢講出呢啲咁嘅言論，難怪呢一個負數局長、負資產局長呢民望係徘徊喺負數之下。如果唔係有陳茂波喺度呢，佢就考第尾㗎啦。喺國教問題上處理完全失敗，火上加油激起民憤，淨係呢條罪名呢
亦都足以支持我們這個修正案，將他的薪酬完全剷除。哪位議員要發言？